观众朋友收看由阳光保险集团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大型互动节目《我要上春晚》。大家介绍一下胡启智，我们一起来看看启智为我们带来的这段水晶球表演。祖籍湖南的胡启智在美国出生长大，从小痴迷于杂技表演，17岁高中毕业后，为追寻梦想独自一人离家远行，靠打零工赚学费，先后造访欧洲各大马戏学校拜师学艺。梦幻水晶球是胡启智潜心摸索近10年时间练就的绝技。2011年7月，胡启智进入了《我要上春晚》导演组的视野。历经多年街头表演的磨砺之后，他第一次登上了中央电视台的舞台。凭借出神入化的水晶球表演，赢得了现场评审与观众的极高评价。这个节目好，好在哪儿了？很少见。如果在灯光上再做的精细一点，会有一种奇妙的梦境。欢迎胡启智。奇妙的梦境效应，不仅让胡启智成为了《我要上春晚》的首轮人气王，更由此开启了他的春晚历程。大环的，大环的铁。铁的大环的一个特技表演，铁圈表演。人气王身份回归《我要上春晚》的舞台，胡启智再次为观众带来了惊喜。如果说水晶球表演带给观众的是心如止水的静态美感，那么大环特技的表演则是刚柔并济，是力与美的结合。如此精彩绝伦的表演，也让现场评审给出了最高的评价，完美。在音乐的节奏当中去做到这么完美，我觉得这是需要真的是很超长的这种控制力、啊、我觉得他始终好像他的人是和这个铁环融合在一起，对，融合在一起，非常完美的一种呈现、嗯、非常棒。我希望能够在春晚看见你。好，谢谢谢谢何晴，谢谢。请问这个音乐是你自己选的吗？还是某一个人？音乐是我自己选择的。我觉得力、美、艺术、音乐、舞蹈结合在一起，我怎么用完美这两个词？对各位媒体朋友们的到来表示感谢和欢迎。
完美的表演最终收获了完美的结果。经过万千网友一致票选，胡启智成为了从2011年度《我要上春晚》诞生的直通春晚第一人，受到中央电视台龙年春晚邀请的第一位表演者。真的，所以在这里要祝贺你，我们现场给点掌声好不好？很开心呢，就不知道要，我觉得要控制我的兴趣。有时开心，有时觉得恐怖，因为这个我知道这个上次舞台是一个很大的荣幸。今天呢，我们把哈文总导演请到了现场，他将在现场亲自为你呈上这个春晚的邀请信。来，我们有请哈导。平心而论，春晚对于胡启智来说，原本只是一个陌生而遥远的符号，这符号如图腾般连接着漂泊的旅人和祖国的故土。然而，在从哈文总导演手上接过龙年春晚邀请函那一刻，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即将站在这个全中国甚至全世界最大的综艺舞台上表演。展望那一刻的来临，他用难以想象来形容自己的心情。我不知道以后会有更高的顶峰，现在我是很难想象。很快，难以想象的画面出现在了胡启智的眼前。第一次走进春晚排练厅，面对春晚导演组特意为他挑选的搭档著名青年舞蹈家王亚斌以及庞大的舞群，习惯了独自在街头表演的他显然有些不知所措。记住了吗？这个比较不会那个。下很难。现在我脸拍你一下。哈哈哈哈哈哈！一没弄换吗？那这样谁减肥？哎，我来，我来，我有你啊！你，我走你！准备升级了。鼻子要。啊！
觉得我就是这些过程是很不错的，就学到不少的东西，就是怎么样要面对这种压力。经过一段时间的排练磨合之后，胡启志第一次走进中央电视台一号演播厅，这里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是那么的新奇。所以他们还没补完，以后这个都会，这个都会有，是不是？以后这个都会有，是不是？那个，我不知道。他们都是，我记得都是啊，那全部都有啊。全世界最大的，全世界最大的一场晚会。对，因为这些它也可以，它也可以摆动的。它这个是，它可以上下。我想过这个舞台，就是，我就是想这个舞台是很大。透过这个舞台是一个空间，就是感觉这个空间是可以做，可以创作很多各种各样的那个感觉。随着彩排的进行，节目也在不断的调整，最终双人舞的形式改为了在舞群的配合下，由胡启志单独进行水晶球表演。每一个细小的变化都让胡启志心中的压力在悄然增加。所幸另一位舞蹈演员的到来，终于让他紧张的心情得以渐渐地放松下来。胡启志的太太是一位波兰裔加拿大籍的健身舞蹈老师，更是胡启志的私人艺术指导。How's your day? Yeah. Of course you can do well. So you had a good training today?What time is it? It's almost one. 我们两点之前回到那边吗？嗯，对。Yeah, I think we'll get there before two, so we can work a little bit. 我觉得他的压力很大的时候，他会请，他要我在他旁边，像现在。所以你来北京了。所以我觉得他有比较重要的。是我已经要来，因为他需要一点安静。太太来主要目的是来帮你去设计一些你在春晚舞台上的动作，还有一些环节。你觉得他来以后，他对你的帮助起到了什么帮助？非常大。比如呢？比如是让我把东西定下来，动作定下来，还是让我那个情绪就是安定下来。自从进入春晚剧组排练，胡启志几乎每晚都会通过留自己的表演听取太太的建议。Changed the time because at that time I was too early, and then I realized that I was too early by four. I think it's better if you finish like that, like that. So it's going to change. It's going to go like this. You want them to move? I want them to go in the way that I'm comfortable. What if you like went from here and like bring it out and then in and then up? Great opportunity to stand on this big stage, and I don't make something nice, it's just going to be a disaster. It's a lot of pressure. 胡启志说，一路相伴，太太的建议对他的演出很重要，因为他总会在自己练习的时候发现很多他没能注意到的细节。他会在这边排。好，一会儿我会来叫你们，好吧？准备开始的话，我会这样。啊，现在不确定了。走，一会儿差不多了，提前三个节目，我通知你。
这一次对于春晚的表演，太太同样给出了专业的指导建议。Doesn't look bad, but you have a line here and you have a line here. Well, but you have to keep. It's either this line always has to be straight. If not, you have to. You have to. Doesn't look good like this. Huh? Doesn't look good. Come on. I guess in theory my arms should be straight like this. Both straight out. I'll try like that. I don't know if that's possible. I see you have to keep your fingers open to roll a ball on here and on here. But then when it's like out there, like you should think about. No, no, I should do that. That's why my thumb, I feel, my thumb's also often doing this. I keep my thumb in. I don't, the thumb doesn't need to be out there. But I have to think about that. Huh? Can you see it?随着节目渐渐成型，胡启志的心情也逐渐放松。排练之余，他带着太太在北京提前感受了一回中国春节的年味儿。在行吹起来的，能听懂我们的话？听懂了。啊，来一个。他叫马铃薯，所以我说像一个马铃薯。你们懂马铃薯吗？重。怎么样，喝的习惯吗？也都讲了全部呀。你让胡老师尝一下。你要是喜欢的时候快乐的。这个是配这个吗？这个是淀粉吗？对。对。好，看看。淀粉。哈哈哈哈哈加一个这个，帮我一起穿230。哎，这个也80元吗？不是，那个是上面那个。啊，我以为这个都是这样子。260。你越加，我买的越少。啊，别加了，你会算账，比我还会算。嗯，哦，差一点点。怎么样？酸？它是甜，它是甜甜的。甜甜的。现在呢，距离我们这个水晶球表演的时间啊，还有1个小时。那我们的表演者胡启志呢，正在我们的演员休息间，正在跟他的爱人，包括他的经纪人朋友，正在商量接下来的表演动作。接下来呢，我们上去打扰他们一下，问问他们此时此刻的心情。嗨，我们已经看你表演好久了，怎么样感觉？唉，现在有点紧张了，因为就是。时间上的压力，他们的动作先变好了啊，就是舞蹈的动作已经先编好了。对，后来我要去配合他们。其实，因为这是很多是保密的，他们也是那个
淑女他们没有时间跟我排练、嗯、所以我是我的经纪人，他是偷偷在那个、哦、在那个现场，他是偷偷的用他的手机。来来来，我们把经纪人朋友请到、哎、请过来，来来来，你好你好你好。因为其实他必须要看得到效果，看那个整个效果，就是他在表演之前不知道那个春晚给他安排了一个舞蹈表演。他知道，其实我们都知道，但是重点是在于他必须要知道整体的效果。胡启智在今年春晚的表演的很多动作，我们在这里要特别感谢一个人，那就是胡启智的太太 Maggie。 你好你好你好，你是累了是吧？非常紧张。真的，你也那么紧张？对啊，我就喜欢，我看到他也是很多次，如果他就这样子表演，我觉得就很好。这个舞台越大越紧张了，连现在倒数一个小时，我手已经流汗了。真的吗？通常我的手不会流汗，现在倒数一个小时都已经湿湿的。对，我们看这个，估计是手上这个有很多练功。这个基本功可以看出来很过硬啊，这个茧很多啊。好，那在这里我就只能说，胡启智加油。谢谢。好多人在看你，你一定会成功。谢谢。我上春晚了。布满双手的老茧刻录着坚持多年的梦想，一双关节突出的大脚从异国他乡的街头终于走上了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春晚诚然不是胡启智梦想的终点，或许他还将继续闯荡天涯，但是春晚注定已成为他人生中最为难忘的一段旅程。而在为全球华人奉上自己最完美表演的那一刻，站在场外驻足观看的太太和父母，紧张、欣喜、骄傲的目光所诠释出的，恰恰就是胡启智表演的节目主题。眷恋。Good work, good job. 漂亮。来，有请胡启智，恭喜你！我摸摸手，没有汗了。刚才好多一点的是用这个球的。来来来来，我们把这几位也请到我们的现场。这是胡启智的爸爸的妈妈啊，这是我介绍过了，这是太太啊。怎么样觉得今天的表现紧张吗？紧张了，很紧张了，比前天的彩排的紧张多了。叔叔阿姨，刚才我们这个现场的大屏幕都看了，觉得他今天的表现怎么样？非常满意，真是如梦如幻，真是超乎我的意料，比我想象要好。趁着你也在，能不能满足我，也包括电视机前很多想学这个表演技巧的这样的朋友的一个愿望，给我们简单教两个，这个东西可以练吗？可以啊，我是从这边开始练的。哦，开始教。比我那个少一点点的。哦。哇，也很棒，也很棒，哦。哇。我上春晚了！我上春晚了，耶！郑文，2000年开始学习花式调酒，17岁时在全国调酒大赛中获得冠军，并获得调酒技师证书。现在调酒学校担任培训教师。调酒师。好多年轻人，哇哦！看一看这位年轻的郑文调酒技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花式调酒。第一次登上《我要上春晚》舞台，他所表演的闻所未闻，以歌曲演唱结合花式调酒的特殊表演形式，深受评审和观众喜爱。It's gotta be Nova, baby. And the r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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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ke cool car. Don't want to have a chicken that's a beat for four, so I have. The perfect, I'm still magic. Who ran now? There's nothing for you. Come to my show. You. Second my show. You. Enjoy my show. You. Thank you.
闻所未闻，正闻 is me。刚才那个弄的那个五颜六色的那个东西，就是你调出来的酒。鸡尾酒，那个东西能喝吗？那颜色看着那么……可以喝啊，没有问题。哦、是吗？对，都拿可以喝的拿走了都。没有，今天我们为了节省成本。今天那是什么玩意儿？今天就是为了效果比较好，是用的那种颜料配制的酒。对，哦，嗯。好，我们来听一下各位评审的感受。那我也能感觉到你是的确能够驾驭这个的，他这个技术啊，真是很漂亮。你的声音特别专业，你的声音很好听。真的吗？你的音色非常的好听。如果你要做专业的流行歌手，你的声音是没有问题的。谢谢老师。上那个我要上春晚是让我觉得就其实没有跟做别的节目不一样，是一样的。只不过说他这个名字可能是啊跟春晚有关系，我真的完全的是没想到会选上我上春晚。哎呀，练得怎么样啊？你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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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酒表演与春晚听起来似乎毫无关联，然而适逢2012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为一个名为年夜饭的原创作品寻找适合的演员，郑文由此走进了龙年春晚导演组的视野。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就是今年花式调酒要出现在春晚的舞台上。虽然我平常的表演啊，以往的表演都是我单打独奏一个人，但是融入到这个团队里头，我会发现说，我们是一个大家庭，这不是真的是场面化，真的每一个一丁点的某一个人的环节都不 OK， 这个节目就不好，就不好看。包括我往前走的时候，那大家都是这种状态，如果有一个人是这样的，就不好看，就重来，就再拍，就再拍。能够接到春晚剧组的彩排邀请，郑文坦言出乎自己的意料，至于上春晚则完全没想到。成功了没？其实我真的最开始接触调酒的时候跟所有人的印象是一样，就是觉得是好玩的东西，特别有意思，特别帅，特别酷。怎么讲，我觉得生活是要跟工作分开的。我到工作的时候，我不会想我家里什么事儿什么事儿，我就全身心投入。生活和工作分开，这是郑文一贯坚持的方式。在他的家中，看不到任何与调酒相关的酒杯呢。杯子是我买的，白酒杯、红酒杯，啊，这些什么杯，喝水。像我们家吧，是不是都没有任何调酒的东西？平常回到家之后就完全是放松那种状态，然后一般就是看看杂志啊，看看大片，然后看看电视啊，就是属于那种特别休闲的状态。我是能够把，我觉得就是人是这样，应该把工作和生活分得很清楚，这样都会很清楚。然后就不会每天都想着工作的事，上班的时候就是完全是想自己该做的事，下班之后就是休息，就是休闲，就是放松。对，很多哈，那些2012的那些东西，我有的时候真的不是在学校里面绷着劲儿去想，就是平常的时候，在家上个网啊，看个大片，哎，觉得这样可能行，然后就来学校来试了。就看大屏幕、看电影的时候，然后有看些杂志、盘什么，我比较好这个。我没有必要把自己跟就把家里弄得跟酒吧一样。我就是希望说，我平常在上班的时候，就完全是工作上的事情，回到家之后就一点都不想干什么。
就都分得很清楚，这样让我会觉得很舒服。那为了春晚，郑文可谓是全身心投入，无论是节目创意还是道具制作，他都希望以最佳的状态迎接春晚剧组的审查。来一个红的，一个蓝的，蓝的绿的，这样是不是乱？对，不要太花，红的，蛮好看。有必须的。基本上每次演出都是自己化妆吗？对啊。这只行头是春晚给你定做的是吗？是的，春晚帮我定做的。你看像不像哈利波特？我觉得很像。因为我从来没穿过红颜这么喜庆的衣服，像我这手链一样喜庆。来自湖南衡阳，我的名字叫做冰洪勇。来自湖南的冰洪勇带来的是什么样的表演呢？带来是一种创意演奏。创意演奏，现在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创意演奏啊。这个就像原来最早的时候，园子姐打那个锅碗瓢盆，那也是创意演奏吗？对。你是哪一种属于？红酒杯。我们看到这些酒杯其实已经被固定在了这个玻璃的这个平板上面啊。这里一共有多少只酒杯？这里是28个，28个，然后分大大小小不同的，而且还有这个还有口特别小的，肚子特别大的，还有这个方的，就是为了能够发出不同的音阶的这个声音吗？对对对。2011年10月，冰洪勇受邀参加《我要上春晚》节目录制，以这种独特的酒杯演奏方式一举征服了观众，引得现场评审也跃跃欲试。我在台下一直在仔细看，这是不是演奏的时候对你每个杯子里放的这个水的这个高度都有很高的要求？是的，这个水的多少，杯子的腔体的大小，杯子的那个厚薄哈，包括这个甚至这手可能也不能太湿也不能太干，对，都有一些要求。第一个就是他这个弄出来的声还是很好听的，大家看完这个节目以后啊觉得很有趣，我们俩一块儿上春晚吧。你又准备上台来演奏了是吗？这次我不来试试好吧。我以为只有我才转不出声呢。哎，我根本出不了声啊！我的天哪！看来还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哈。正经是一个乐器啊，你要知道学一个乐器之前啊，有的时候就是。哎，有一点了，有点那个震动。但是我为什么没声呢？哎，真
这个还是要时间去练习。有了有了，谢谢。那我们也谢谢丁洪勇这个带着自己的创意演奏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在观众和网友的鼎力支持下，丁洪勇凭借神奇的酒杯演奏获得了我要上春晚人气王，再次登台表演，酒杯里多了艳丽的色彩，表演形式也升级为二重奏，丁洪勇向着自己的春晚梦想继续迈进。欢迎丁洪勇。虽然最终没能在我要上春晚年终总决选的现场获得直通春晚的资格，但是丁洪勇的独创表演形式还是吸引了春晚年夜饭节目编导的目光。非常好，我觉得在春晚上可以这么表演，我觉得真的特别美，尤其在试验的时候，就那样一弄就传出特别美妙的声音。在接到春晚剧组的邀请后，丁洪勇开始为自己的表演精心挑选乐器，也就是酒杯，挑选最得心应手、能够演奏出完美音色的酒杯。我每一次去选购杯子的时候，我都会带上手里这个仪器。为什么要带上它呢？到了第一感觉还是用我的听力去听这个音是一个什么音，听一个大概的音，那么具体要找到它的标准音高呢，肯定还是要用我手里这个效应器。这个数值到多少算符合您的标准？就是有一个一音的话，最低一音的话有440。这声音怎么出来的呀？每一次去选杯子的时候，都会出现围观者。哎，好奇怪，这杯子怎么可以发出那么清脆明亮的声音呢？都感到很神奇。每次演奏的时候，我所用的水呢，是我通过多年研制出来的。没有去研究它，没有去研究。这是。那么到底是什么水呢？我就偷了一点点，加了一点柠檬水在里面。是吧？那力度掌握的很好。感觉好玩吗？那挺好玩的。这一次去玻璃器皿店去配他的杯的原因呢，是为了在春晚的舞台上面呢，能够使这个低音部分的音律更加丰富一些。今年的央视这个大舞台的加入了很多的新的表演形式，因为我这个音律它是非常一种静的一种状态，那我表演的时候有的时候这个音乐的感觉本位是怎样就是怎样，因为它是一个大舞台，你不能太静，幅度不能太小，所以这一次就是说需要夸张的表现，动作幅度。在表现力方面，在表演方面，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你说这样子的，哒，不是有个鼓点，中间有一个点，有个点可以哒。这节目被改了几次了？改了 N 次，从早晨9点一直排练到晚上的12点半。在昨晚彩排的时候，想起来，明天是我女儿的生日。瑶瑶，生日快乐啊！看到瑶瑶没有？
看到。哎，这是好意外嘞。哦。当警察了。哦，又长大了，懂事了。我家人对我的支持是很大的，给我很多的鼓励，包括像我父亲啊，我母亲啊，我爱人，都是非常支持的。好了，那里边一切都好了，你放心吧。嗯，好的。出来两个月了，非常想家。哎，因为出来平时在外面没有，从来没有待过那么长时间。我们一直在等着看你的春晚。啊，好的，好的，好的，好，嗯，好，拜拜。嗯，这一次来参加春晚，给我最大的收获，也就是接触了各个方面的朋友。该多讲。错了错了错了，我都不知道夸呢。团队合作的，咱们齐了吗？啊，没齐。齐了吗？没齐。对了，再练一遍。我们一起共同走过来的，参加过我要上春晚的，像郑文呐，季团呐，进入大大队了，终于对了，终于对了，终于对了。出生于杂技世家的纪晓芳、纪晓光兄弟俩来自中国著名的杂技艺术之乡东阿县。2011年11月，我要上春晚导演组在网上看到东阿县杂技团的训练视频，决定邀请纪晓芳兄弟来北京参加节目录制。就这样，兄弟俩带着绝活踏上了进军春晚的路程。来，掌声欢迎。滑稽厨师是传统杂技节目，上下三层，一共48个盆和碟的转动，主要考验的是表演者手腕的技巧，同时表演风格滑稽幽默，与观众的互动性强。在我要上春晚舞台上，纪晓芳、纪晓光兄弟二人的表演得到了评审的高度评价，也吸引了春晚剧组导演的注意。你不愧是在舞台上演了将近30年的演员，真的非常非常的这个老练。这个台上10秒钟，台下10年功，真的有这种同感。全国可能有，如果有现在有10个杂技团的话，嗯，这个节目几乎可能就他哥俩现在演。这个节目我特别愿意看。现在心情我们三个都特别激动，是第一次参加春晚，也是我们几个人的梦想。这是年夜饭这个节目，我们三个主要是以手上的活，还有那个转盘子为主。他要在最快的时间内把所有的碟子全部转起来，因为我们自己一起来演的时候嘛，要有充裕的时间才可以一起转起来嘛。现在就时间缩短了，给我们增加难度了。现在我儿子才不到20天，为了春晚紧张排练嘛，不扯大家的后腿，所以我的孩子出生第二天我就赶回北京，加入到这个年夜饭的排练当中。好，1、2，只是希望。纪晓芳说，春晚的舞台在他的心里是最大的舞台，也是最闪亮的舞台。从第一次排练到最终接受节目审查，40多天的时间里，纪晓芳兄弟俩以及郑文、丁洪勇等众多演员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经过我们这一个月的精心排练，今天是第一次跟我们的领导汇报，心情嘛，我们几个都特别紧张，也特别高兴。争取把我们最好的状态，展现给各位领导。还是要把最好的状态吧拿出来，上春晚。
要为我们东阿杂技人民争光，希望过，拿出最好的状态，给我们全国的人民做一场丰盛的年夜饭，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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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目最终迎来了第一次带妆彩排，这一天演员们的表现都非常出色，没有任何失误。彩排结束后，纪晓芳等人满怀喜悦，等待着审查结果，等待着除夕晚上和全国的电视观众见面。这个节目我们已经真的尽到最大的努力了，因为我们以往从来没有这么棒过。哎，很成功。怎么样？很好，很好。演员都挺卖力，也没有失误，啊，效果挺好。尽管我们付出了整个春晚当中所有节目最长的排练时间，最多的心血，熬了最多的夜，起了最多的早，这个节目不能再沾上春晚的舞台了。为了给观众带去欢乐，送上我们的一个年夜饭，我们山东的纪家的兄弟们把刚刚出生的孩子放在家里面，然后在这边没日没夜的练，我为你们骄傲，谢谢大家这么长时间以来的付出。在宣布的时候其他人都哭了，你为什么没哭啊？其实心里一样的还是不舒服，因为我这个人性格比较内向，不善于表达，我的内心非常丰富。孩子生了第二天我就赶到春晚排练，经过一两个月嘛，我们这八十多个人为了做年夜饭这个节目，付出太多了。没有，可以这样说，我们这些演员啊都努力了，付出的太多。怎么呢？自己的班队呢不能换，家里的什么公司也没换，全上这儿。还有让我们老家东阿的父老乡亲失望，我会继续努力，争取以后真正登上春晚的舞台，使我们的杂技展现给全国人民。圆春晚，但却梦圆元宵。在今年中央电视台的元宵晚会上，纪晓芳等演员们为全国观众端上了一道精彩纷呈的团圆饭。纪晓芳表示，虽然没能上春晚，但遗憾之余收获很多，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向着明年的春晚再出发。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收看由阳光保险集团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大型互动节目《我要上春晚》。邓明鹤，2006年6月8日出生于河北邯郸市大名县，人称豫剧红孩儿。2011年8月，邓明鹤在爷爷邓庆华的陪伴下，首次受邀参加《我要上春晚》节目录制。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亲爱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小朋友们，
大家好。好。嗯，这是什么造型啊？能告诉大家吗？小红孩儿。红孩儿啊，你那请问你爹牛魔王现在还好吗？啊，你爹不是牛魔王啊，你妈不是铁扇公主吗？你爸爸妈妈在哪儿呢？嗯，在家给我挣钱，让我好好学习，好好在家给他挣钱呢。哇，那你钱老多了。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戏剧联唱。邓明鹤以少儿戏曲串烧，技惊四座，无论是京剧、豫剧、黄梅戏，样样精通，开口就唱，一举夺得人气王。你要是没上那个春晚的话，没关系，我觉得现在练体操还来得及。啊，哈哈哈，不带这样的。刚好啊，这个年龄。不带这样的，我们好不容易发现一个有天分的孩子，你就给截了。非常非常好，你可以考虑是不是可以学唱歌剧。哎呦，都开始抢人才了。那许茹芸还要想让你唱歌呢，到时候是不是？我教你。啊、那我还希望他主持呢。对，我跟他学那个两个段在断的，对，然后我跟你交换流行歌曲。这一句交给许茹芸姐姐好不好？你教我来。撩袍断带，断带撩袍，一步一句下金銮呐。来，先学这一句。迷惑了。我迷惑了，嗯。再一次，对不起，慢一点可以吗，老师？慢一点，稍微慢一点。慢一点，对。撩袍断带，断带撩袍，一步一句下金銮呐。来吧。撩袍断带，断带撩袍。撩袍断带，断带撩袍。一步一句下金銮呐，下金銮呐。我是人气王邓明鹤。哟，人气王邓明鹤。时隔一个月，邓明鹤参加《我要上春晚》人气王回归专场，以一曲《洼洼地里好庄稼》再次征服了全场观众和评审。而这首曲目也是他参加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奖总决赛一举夺魁的成名曲。凭借惟妙惟肖的戏曲表演和网络上超高的人气支持，邓明鹤一路向着春晚高歌猛进。撩他拉力撩啊，把脚他要弄，把肚子拉起我来再扭啊，拉起那水车哗哗哗啦啦哗啦啦，当然也完全就是一个成熟的男演员，从他眼神里看出一个40岁男人的目光。楼导说看你的眼睛啊，看出了一个40岁男人的目光，你听明白了吗？教你的老师有多大？听懂了吗？听不懂。我一般不说母语，难免你听不懂，但是唱得非常好。他是天不怕地不怕，
这是他的天性，在他身上我看不到紧张，看到了自信。对，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能吃亏此人就收拾肥，当干部就应该扛吃亏，扛吃亏自然就有权威。好，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自然就有权威。哎呦，我估计他也没懂他唱的什么意思，是吧？你见过干部吗？没。你知道什么叫干部吗？不知道。你也不知道哈。那个对面坐着都是干部，三个当中哪个干部最大、啊、你看看。潘长江叔叔。潘长江叔叔官最大。邓明鹤，谢谢你终于给潘爷爷平反了。不仅是叔叔，而且还是觉得你是最大的一干部。为什么就他是最大的干部呢？你看看我们俩的头型一样不一样啊？头型一样就是大干部呀。这个孩子，这个头型跟干部多大跟干部没关系。不是，而且你那个时候是留过一个这样的头型、啊、对，留过。那你也跟他不一样啊，他是一绺，你呢？我是三块。一绺三块，所以你比他干部大。小宝，你今天是作为邓明鹤，在2011年度我要上春晚总决选中，邓明鹤的表演再次征服了龙年春晚总导演哈文。年仅5岁的小邓子也由此成为本年度我要上春晚栏目直通春晚的选手中年龄最小的一位。我们今天在这里呢，隆重的邀请我们的邓明鹤小邓子参与我们2012年的龙年春晚。诚邀我要上春晚选手邓明鹤参加2012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彩排。第一次来到中央电视台1号演播厅，这里的一切对邓明鹤来说都如此新鲜，写在他脸上的只有耗不出任何紧张的情绪。坐在这儿，看到什么？这个地方应该啊，登记截止。小彩地上两本啊。慢着慢着。稍微有点长，就稍微可以再抿一点点。再转一点，哎，再转一点。春晚隔天彩排的日程安排，让很多身经百战的成年演员们都叫苦不迭。可邓明鹤却好像永远都精力充沛，无忧无虑。他还不懂什么是紧张，什么叫压力，只是这一次出门太久，难免有些想家。又赶个圆明会，咋了？我这脸我都忘了。面哎呦，找妈妈去。行了吗？行了。登上春晚的舞台，对邓明鹤一家来说几乎是遥不可攀。当龙年春晚总导演哈文将春晚邀请函交到邓明鹤手上的那一刻，全家人都万分激动。去老爷爷的。去老爷爷一个。哎，宝贝儿真好，来高兴吧。好冷。嘿，也不能脱冷点。你们支持他学习吗？最开始支持啊，他反正是爷爷带，一直带着他了。嗯啊，反正就挺喜欢戏的，天天唱戏，他不动了，在那看着。
可是我好像听爷爷刚开始的时候不太注意啊，为什么我不喜欢戏曲啊？您不太喜欢戏曲是吧？啊，最开始反对，后来怎么同意了呢？后来就是他爷爷不是喜欢吗？他也挺喜欢的，所以以后就都让他学了。这次回家探亲，邓明鹤除了和父母家人相聚，还特别回到自己学习戏曲的启蒙地，见到了阔别多时的票友爷爷们。爷爷没法弹了，等会儿要不得叫你弹一段吧。他跟他爷爷往这儿来的时候，好像是不到两岁吧？啊，一岁多，那个时候一岁多他都听着。当时他那会儿跟他爷爷一块儿来。唱的时候他在下边横着唱，哎，他学唱，你跟他唱。哎，这个小孩教不了他几遍以后，孩子非常灵。哎，有这个灵气儿，悟性特别好。悟性挺好。哎，悟性挺好。哎，悟性挺好。一听啥子都看着了。啊。哎，看电视看见哪了？短暂的返乡之旅结束时，妈妈终于忍不住落下了眼泪，而此刻在邓明鹤的心中似乎也终于泛起了一丝忧伤。在龙年春晚上，邓明鹤担任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开场童谣和零点报时。虽然没有安排他表演自己拿手的戏曲，但舞台下的邓明鹤无时无刻曲不离口。活泼开朗的他已然成为了最受欢迎的小明星。小情歌啊，哦，哎，再给咱来一个 iPhone， 那个林鹤再给我们来一个那个，来一个单脚吧。哎呀，我的天哪，我的妈呀，我的膝盖要断了呀！跟你一起唱一曲吧。有许多女英雄，一把功劳天，为国杀敌在这出头前。这女子们哪一点儿不如二郎啊？郎啊郎啊，呵呵呵呀！今天上台紧不紧张啊？不紧张。不紧张，我好紧张哎！安慰我一下，摸摸他。你紧张了。那新年快乐哦！妈妈今天来了吗？没来。爸爸来了吗？没来。那谁跟你一起来的？爷爷。啊，只有爷爷一个人来吗？啊，只有爷爷一个人来吗？对。那爸妈有在家里看春晚吗？嗯，对。那今天开不开心啊？开心。今年几岁啊？5岁。几年级？还没上学呢。幼儿园大班。幼儿园大班。结婚了没？你告诉我上春晚好玩吗？好玩。哪好玩啊？人多，人才大。虽然在春晚的舞台上任务重，但邓明鹤一点不紧张。爷爷说，小一点都不感觉累，但每次彩排结束后都能睡着了，那真是累了。开门那个是他吗？不知道。
今年开门那个是他吗？对对对，就是他，晚点进去没事。嗯，好，谢谢爷爷吧。哎呦，真棒！好，不敢。我走到国内后，我想那个买个东西啊。哦，我那个钢琴嘛，我一直要搬去以后，找你两个假装的都得画好啊。哎呀，真可爱了，琪琪。电视机前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大家过年好！嗯，我是豫剧小红孩邓明鹤，在这里我祝你们新年快乐，龙年大吉！小凳子在这里给你们拜年了。哎呀，小凳子明鹤真会说话哈！哎，明鹤，一会儿在春晚上给大家表演什么节目？嗯，第一个是个开场，最后是个零点钟声。哟，还两个节目呢，真不简单呐。嗯，现在紧不紧张？马上要上春晚了。不紧张。不紧张。对。太了不起了，你看叔叔给你准备什么了？噔噔噔噔，喜不喜欢？喜欢。好，喜欢咱们就做个约定哈，只要你表演成功了，叔叔就把这个送给你。好不好？好，好，咱拉钩一下，来，拉钩上轿，一百年不许变，来，再盖个章。好了，来嘞，头，大家看头。终于迎来了2012龙年春晚的正式演出，邓明鹤圆满完成了开场和零点报时这两个备受瞩目的环节表演，出色的表现让很多人记住了这个留着红孩儿的发型、操着一口地道河南腔的河北小戏童。在这个楼里头应该是最受欢迎的小明星了吧？对，是他，因为他这个头型比较特殊，别人一看就知道他这个小孩儿这么可爱，谁看见谁要给他照个相啊，搂搂他，抱抱他，摸他一下头啊，反正一般的到谁跟前谁稀罕他。一会儿啊，我们会请邓明鹤站在舞台上，在零点钟声敲响的那一刻，推开象征着千家万户的大门，寓意所有的家庭开门纳福。来，邓明鹤，做好准备。朋友们，我们的小明鹤已经圆满完成了表演，来，他已经来了，快看，哎，明鹤，哎呀喂，成功！叔叔说好算数哈，你看这个，就送给你了，好不好？好。哎，喜欢吗？喜欢。哎，明鹤，你自己觉得刚才表演的怎么样？挺好的。哎，挺好的，还不谦虚呢。哎，不过啊，刚才是唱的童谣哈，说的童谣，没有听你唱豫剧呀。那能不能在这儿给观众朋友们、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再唱两句豫剧，好不好？春晚大舞台实在真好看，今天是我开的场，还要开门迎新年，我祝愿全球华人都过个开心年。哎呀，太棒了，咱一起说说那句话好不好？好，期待已久的话，一二，我上春晚了，耶！有很多的朋友喜欢我学韩国话，嗨，其实这个也还是就为想让你们开心高兴。
这馅儿调的很棒啊。对对对，今天。